太久没跳，都不会跳了都。超管又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说我直播火容易吗？我，哎呀，超管天天就盯着我。让我休息会儿先。让我喝口水压压惊，喝口水，口水。感谢这个520鱼丸。感谢那个小熊。体重绝对是110，你猜错了啊！你得先知道我的身高才能猜我的体重啊！我这个身高体重要有110，我可能得这么低的。感谢24开头送的鱼丸520，感谢小熊啊，倾家荡产要感谢智妍的小龙虾，身高165165。你们都不是真爱粉呢，发现啊，都没一个知道我的身高的啊，没一个知道我的身高的啊。主播186，就我其实2米，我跟姚明差不多高。啊，等我一下。180，不穿高跟鞋2米，是我不穿高跟鞋我2米，大家知道我的身高了。哎，刚刚是不是超管来警告我了啊？啊，谁能给我发一下超管的原话？我刚刚在跳舞，我没看到超管说什么。啊，对呀，提醒主播，请主带有诱惑性的形体语言。不是我又带有诱惑性啊啊！我这男这不是 nobody。 哎，超管虎虎提醒主播，请主播注意平台禁止。去，好，今天这个就超管的，由于超管的管制啊，好，不得不停止今天的这个舞蹈环节。这不能怪我，怪不了我，这个得怪超管。感谢这 X 开头送的520鱼丸。就是你们这个什么啊，就是我这么久不直播，也没有谁就囤了很多鱼丸嘛。我以为就你们的鱼丸都会给我留着，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啊。就是我天天就经常逃课给你们直播，你们都不懂啊，你们不懂我逃课给你们直播。我这么敬业，这么啊，你们居然都不懂啊。其实我逃课只有一个原因，搞清楚到底是老师给我讲的讲课的时候我特别困，还是说一到这个点我就困。我就觉得得弄明白这个问题，那弄明白这个问题比上课重要的多。对啊，鱼丸现在买不了，等可以买了再送。你可以买酬勤啊，买酬勤就什么啊，就送鱼丸。对啊，这年头这个丑不算什么事儿，哎，没钱才这个最糟糕。跑男不娶福州女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大多数女孩子都喜欢坏男人。感谢这 JB 开头的这个送的鱼丸520啊。哎，这个还是支付宝实际是不是？
啊，这个残渣，我看的名字我就知道你是残渣了。站起来看一下，哎，我刚刚站起来过。这个什么，超管说我，这个什么带有诱惑性的习题，我也是醉了。我就是这么一个，这什么，我又不色情主播，说是不是？不是好男。主播的皮肤好水嫩啊啊啊啊！就是，我就好奇你发三个啊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吸很累。超管是女的，嫉妒我。色情主播不要逗啊！我今天心情比较好，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如果一般来说我心情不好的话，我一定就是让你们放学小树林见。啊，就因为我昨天捡到20块钱，所以我特别的开心。昨天捡到20块钱，所以说你们永远都不要对生活失去希望，就说不定这个在下一个口袋你就能掏出钱，是不是？好刺激！感谢 AC 饭送的一碗，真是李居利，没有啦，就是我这个标题就随便给忽悠一下大家，是不是？忽悠大家进来，感谢这是小熊啊，钱是我故意在你前面丢的。你知道我走在你后面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哎，那你怎么不丢一张100呢？啊，感谢我是小，这是小熊。那朱某某又来了，是不是？支付宝环节是不是？红色鲜艳哦，可是那个20块钱是橙色的，也挺鲜艳，就也非常的鲜艳。就像我这种女孩子啊，我生活唯一的乐趣就是啊挥霍青春啊浪费时间，所以很多人问我怎么不打撸啊撸，其实打撸啊撸就是我不是不愿意打，是这样的啊，打撸啊撸的时候才知道生命的可贵，只有打撸啊撸的时候我才觉得生命有多么的可贵，所以我不打，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好好的挥霍我的青春和男小子，没念我，我送了3-4鱼丸，那我念你的弹幕，你开心吗？啊，你开心吗？哎，心很累。感谢刚练1000个鱼丸，开心开心极了是吧？哎，多累呀、啊！我这生活真的很累啊。昨天那个坐的士回来，然后那个的士司机就问我说，啊，小美女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我当时眼泪就哗啦啦流，我一个劲的哭。我说你怎么能问我这种问题呢？他说怎么了？然后非常着急啊。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都没人追求我，我也不敢随便追别人。你说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年代，多累啊，做人真难。看上一个小男生啊，不仅要担心他有没有女朋友，还得担心他有没有男朋友。然后那个司机就非常爱怜的看着我，然后要了我的微信号。怎么没出去旅游啊？这个我也想旅游，我也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！我带上你，你带上钱吧，好不好？老司机，对，老司机。哎，这个什么，我看看这个，这什么？这个老司机，这个微信还叫什么名字啊？还叫小袁，头像还是他自己的头像啊？可帅了，给你们看一看他这个老司机，还看不清啊。这，哎，看不清啊，算了，反正就是一个大叔样啊，老司机啊，要了我的微信号。你可以对我的好，我知道，只是寂寞。对啊，超管又来了是吗？啊，看不见啊！感谢叶送的1000鱼丸。哎，这个叶好熟啊！啊，是不是很久没出现了啊？啊，我曾经好像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，我老是叶叶叶的来自，啊，好像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人啊。啊，你是不是太久没出现了？老司机火了是不是？嗯，我心很痛啊！啊啊，他居然要了微信号，他也没有想要约我。超管爱上我的直播间了。